小 Cindy。하나둘셋네가너무좋아어떻게어떻게네가너무예뻐어떻게어떻게안녕하세요 Cindy 예요虽然最近有点忙，但是呢，在百忙之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局，久违的来记录一下我跟朋友啊、家人之间的聚会，给大家看啊。为什么才走几步路就这么喘啊？真的是老了。我等一下要先去东大门韩式料理跟 Tina 一起吃饭。我还想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也不是有点分散。然后我们点了他的套餐，有炸酱面，然后还有炒年糕，辣炒年糕，而且是粉红酱。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个，这是 BTS 酒，你看它的渐层，我还把它搅开来，噔噔噔，感觉下面应该是养乐多之类的，很清爽。我刚拍完片，然后换了一件比较舒服的上衣，这件是有点 oversize 的，然后它很可爱哦，它前面写 the buttercream， 然后背面就有出现真的 buttercream 哎、欸。然后因为我比较高嘛，170，然后又是那种原生比较肉的身材，这件的那个大小我觉得超刚好的，因为有一些韩版的那种 oversize T， 它是那种版型比较窄，然后身体的这个地方会很长，就没有那种 oversize 的感觉， you know？ 然后呢，今天工作已经做到一个段落，等一下我要去我大学朋友家跟他们聚聚，很久没见了，好期待哦。然后我们预计会玩 Switch， 所以我就准备要带我的哒啦游戏们去跟他们一起玩，配一下视频，然后就可以准备出门。这样的感觉，用我的双腿夹住镜子。之前点晨光早餐会有人不加小黄瓜，对对对对。
나는 광진 대교 건너면서 든 생각 없어 맘에 드는 사람 넌 나만이 컸어 그냥 뒀어 외로운 그 맘은 불 붙였지 활바탄에 붉고 서서히 태가네 跟三个麻瓜一起拍片，对，还有个阿星，难得出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OOT。我们。